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记。今天我们给小朋友们带来了《熊出没奇趣蛋》《小猪佩奇奇趣蛋》玩。先拆中间这颗最小的，包装上面有熊大，熊大真酷啊！里面有草莓味、小蘑菇饼干。内脏精美玩具，这是小蘑菇饼干。香脆可口，很好吃。还有拼装积木，里面有贴纸、再拆一颗小猪佩奇奇趣蛋，里面有巧克力，包装上面有小羊苏西，还有好玩的玩具，小朋友们很期待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吧，快打开看看哦。小朋友们玩一玩，啊，是工程车，还有勺子，两包巧克力饼干，这是一辆工程车挖掘机。挖壁可以上下动，车身可以360度旋转，有四个轮子，是回力工程车，回力挖掘机。好，再拆一颗小猪乔治奇趣蛋。上面画着的是小猪乔治，喷水枪，小包吃的，这里是水的进入口，打开盖子，把水从这里加进去。这儿呢是开关。哦，这样就可以把喷水了。小朋友们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我们每天有更新，记得订阅我哦。拜拜。